谢谢啊，谢谢啊，他好害羞哦。你是小便的。哦，那什么？哦，啊，我们照个相好不好？跟你照个相好啊。啊，跟部长回家好不好？哈哈哈哈哈！回家一下下啊。我也是交通部长哈，所以昨天也是忙着疏运。 那确保昨天每一个我们返乡投票的国人啊都能够顺利，很高兴哦，这个整个疏运啊都相当的顺畅啊，包括铁公路还有陆海空啊，那加开的班次啊这个跟航次也都能够这个顺利的啊把国人载到投票所，然后接下来就是投票完之后我们会又展开了另外一个。 高峰的疏运哈阶段，还是把我们交通部的工作先做好。那另外当然心情哦，这个就是也是如释重负啦哈，因为毕竟选举的时间很长，大家都全力以赴。